用最出名的Chendol，紅豆Chendol，看到沒有？哇哦！這間公司呢，它從小販形式的推的車仔，一路去到開一間店頭，所以現在回到家鄉一定要試的，這個非常漂亮呢。咖啡哦，個個是 camera 食先的，有冇得食先？好啦好啦，呢個係個蛋嘅裸汁，好靚，好啊！又斬菜裸汁，有蛋啊，有啲醬啊，芽菜啊，有豆腐卜啊，乜嘢有嘅 ？OK， 好食啦～